我想在福州这座美丽的城市，有很多的孩子从小都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来到福州一中学习。我想我们在座的同学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你们非常的幸运，可以说是命运的运星儿。周身悠扬，鸟语花香，这里就是我最想来的地方。很美的学校，很大的学校。全校除了体育馆之外，所有地方它都有一个环校的风雨廊，就你只要走到哪里都不怕被雨淋。我就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就很鲜艳很欢乐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觉得在这所学校我会过得很快乐。我最喜欢福州一中的跑道，因为呢我是住宿生，早晨如果起得早的话，可以在操场上面先做一些活动，然后再进行一整天的学习生活，这样我觉得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亢奋。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篮球场，每当我感到痛苦迷茫的时候，我就喜欢到这边来释放一下自己，然后流流汗啊什么的，投投篮，哇，太爽了！嘿，我操，我们要吹他的，OK， 好，可以。忙碌之余的休闲空间，寄宿生活包含了我们最难忘的细节。我最喜欢的是宿舍楼之间，宿舍楼里面的琴房，因为总是学习之间之余，总是有些心情的不快吧，可能琴房能够调节一下，适时的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就是我一直想当一名老师，好师范，然后回一中来执教。我想和我的老师一样，成为一个自信的，能够带着学生去追逐他们的梦想的优秀的人民教师。我觉得福州一中最牛的地方是它不仅有课内最顶尖的课堂，还有课外最广阔的平台。来一中印象最深刻就是到古岭上面去观星，当时在上面看到非常多的星星，有亮的有暗的，而且在城里面基本上是看不到的。Sirens, I know you're hearing. Don't get scared. It ain't 5-0, nah. That's the funk, yo. Yeah. Don't act like you didn't know, huh? It's just the way it go. Yeah. When you're messing with the funk, yeah. You bump it in your trunk, yeah. You know it's what you want, yeah. Let's put this funk. Oh. The funk. Yeah. Now, yeah. To the boogie beat, you know why.No stopping us from rocking from tonight to 10 o'clock.